近日，姑姑李若彤现身横店拍戏，照片中的李若彤美貌依旧，笑靥动人，丝毫不输当年。遇到粉丝要签名，也是有求必应，非常的亲民。李若彤1995年首次主演电视剧，在《神雕侠侣》里饰演小龙女成名，2001年在《杨门女将》里饰演杨八妹，在《秋香》里饰演小姐秋香。她曾经塑造过的几个仙女一般的古典美人都堪称经典，让我们一起期待李若彤新的作品。